秀芬女士，大高雄鞋类服务业职业工会推荐，现职是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大高雄分会第一副会长。热心公益的黄秀芬女士呢，时常济贫扶弱，希望能够永续奉献她的爱心。我是今年好人好事排行第五位的得奖人，我叫黄秀芬。我这次得奖，我非常肯定的，就是我的推荐单位大高雄鞋业工会帮我推荐，因为呢，他推荐我，让我能够再次的奉献给社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因为小时候家境并不是很好，然后得到很多人的关爱之后，我现在在各方面都过得非常好。那呢，我个人也蛮喜欢做善事，我喜欢做偏乡小孩学校的鞋子捐赠，还有老人的安养院，还有就是说我会定期的去关怀贫苦的家庭，在这个社会上都非常温暖。那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单位推荐我，我也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举办这个好人好事的这个项目，非常好，也非常感恩，谢谢。很高兴这是我的太太可以当选的好人好事代表这是之前的一些做善事的举动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好事代表当选的受到这个肯定那后续我们还是会秉持初衷那这个还是一样要救济贫苦把这个好事传千里谢谢大家。